嗨，我是山海家小，我是玲玲。我是玲。好，你太兴奋了对，好，那因为我有去夏令营，所以呢，我就带回了这个小卡机器人。我连接它，放手，小心，我不要摇手机，因为要是我一摇，它就会开始唱歌。你太兴奋了，妈妈好听吗？好听。好了，应该都已经连好了。然后我现在要来介绍它的程式。它这个，我是我之前编好的程式，我记得它还可以唱那个很像胖虎的歌。来，我来让他们唱，让他唱给你听。哆哆嗦嗦啦啦，不对，是那个嗦咪咪。咪发瑞瑞哆咪嗦嗦咪，瑞瑞瑞咪咪发，咪咪咪咪咪咪发嗦嗦咪咪发来吧，瑞瑞哆咪嗦嗦哆，这样真的是太恐怖了，真的很像胖虎的歌哎。好，然后因为我保存这个，要是我编好一个程式，我就保存它。然后它，你可以也可以帮它取名字。那我现在要打开我保存的东西，你看我保存的超多的。然后呢，这个是它里面的零件。好，这是零件。那等一下可以再看一次吗？兴奋了吗？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组的，它这个轮子啊都是用螺丝去做的，然后这里有个电池，可是它不用换，它只需要充电就好了。开始，我就按了开始，它就开始亮。这个灯，这些都我自己编的。运动模式，这个就是可以控制小卡机器人。我们先让小卡机器人前进，跟大家说哈喽。可是他没办法说话。啊，我Hello，操作不好，对不起啊。好，我们就从妹妹这边出发。他 Hello 啦。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模式。那我刚才那个，我一开始让它动，是因为我按了摇一摇。好好好，好听。那我们现在要来让它玩寻线。寻线是什么？我都没玩过哎。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黑线，我们叫它黑线，黑线姐姐。好，然后我们再让它的程式按到寻线，有没有？它就会跟着线走。好痛！哇，好像在走迷宫。它就会这样一直走。小心你的手。好的。哇，好像走迷宫。再来换完避障模式。完毕，障模式。哇，我玩过。好，就是它遇到东西，它就会走开。妹妹，不要一直打。他不知道走哪里。走哪里呀，妈妈？妹妹，不要再打他。要走哪里呀？到外面，要让他躲开外面。好，我们的小卡机器人就这样玩而已。我非常喜欢听它开的声音。
非常喜欢他开的声音啊。下片节班玩个赞赏铃铛可以双选通知可以直接任务上面这样子就拜拜。